二月六日讯，刘谦和富二代女友一起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。当天，两人身穿黑色情侣装及同款情侣鞋出现，甜蜜十足。刘谦二人走进候车室后，消息灵通的粉丝便将其围住索求签名。女友见到有粉丝之后，立马走到一边，与女性工作人员边走边聊，直至他满足粉丝的要求之后，才走进安检区与女友会合，一同前往登机。